你跟你婆婆的关系真的好好。嗯，我婆婆对我特别好。现在很多家庭婆媳关系还是一个难弄的。要是一个开明的儿媳妇的话，婆婆肯定不能太挑剔。哎呀，阿姨你不用担心，你们家绝对没有婆媳问题，真的。是吧，大勋？是吧，大勋？大勋对不对？先让我婆媳再说。超级整齐。那汪苏泷，你们家以后未来会有婆媳关系吗？我妈很好，我妈不错，我妈不错。我仿佛已经看到弹幕上都是我可以，我没有婆媳关系，没有婆媳关系。走了，老婆。我换衣服。好了，咱们去买点海普诺凯1897的婴幼儿奶粉，当礼物送出去了，也体面。走。走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我想买两罐奶粉。您先介绍一下吧，这是源自于欧洲荷兰海普洛凯1897，是原装原罐进口的荷兰高端婴幼儿奶粉品牌，可以了解一下。我要送给我最好的朋友，他的宝宝正好可以喝这个奶粉。不是还有那个妈妈奶粉吗？专门针对于哺乳期以及我们的孕期的妈妈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妈妈粉我也要两罐。哦，再送一个嘛。好。谢谢了，慢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了，老婆。哟，小伙子，这张照片好好看啊，老公。好像每家聚会都得看照片。绝对是个鲜肉啊！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小鲜肉？哇，好帅啊！哇，真的很帅。哇，厚嘴唇哎，还这个。哎呦，你看你的小细腰啊！你这个发型，你怎么那么像言承旭啊？这个，哎，你这样和胡歌好像啊。嗯。像吗？不像。像，这样和胡歌多像啊！夫妻相吗？哎呦，嘿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道冰晶玉石。哇，这个衣服。赶紧翻过去。这是你们的聚会吧？我们班男生女生都还挺帅哈。你看他们男生，真的颜值都挺高的。你看那时候你在你们班真不显得好看啊。你看王伟那个多好看，他真好看，小平儿，嗯，你不是挺帅的。他是谁啊？他也挺好看的。他不吃醋吗？我感觉已经吃了。小盘怎么那么好看？还他？哎呀，我怎么没意识到？你看你，后来者居上。后来者居上。高兴了，笑了。